水的开，水的开。水真正水，要呈现这个水，就是要有这个水的本质存在，伊才会当呈现外在的美。所以，水的本质是无价的，是永远袂变质的，迄才是真正的水。所以，我讲的初心上水，啊，初心到底是啥物初心？所谓初心就是原来心、本心、下日之心、佛心、天心、地心、净心、德心、善行之心，这些拢是名称无同款，拢咧讲咱初心、原来心。原来心嘛，刚才讲就是讲赤子之心、红个爱心。那看红个啊吼，当初是无人有啊，看伊出古锥个，咱敢是大家拢想第个人，想第个人嘛。因为一呛子一声，感觉足古锥个。但是囡仔到大汉个时阵，开始咧阿爸念一转，念足济业识个时阵，意识重个时阵，迄个囡仔敢有古锥啊？无古锥啊，就开始阿爸呛声啊。安尼，这个囡仔就是已经失去了赤子之心。哦，恰住之心嘛，所以恰住之心就是原来迄个心，伊是佛心、原心、初心，名称无同款，拢讲咱本来迄个心嘛，吼、哦、本来心。所以什么叫做初心？孔子讲嘛吼，人之心也变，梦之心也变而变。伊讲咱人生落来迄条心就是一个赤子的，但是你的心哦，可是。就爱到这个人间了吼，接受这个哦阴阳气的啊，就是这社会历练啊，受的环境历练啊，这个心就变到什么心？变成了人心，变成了佛心。所以伊因往啊，哦往自身的性里面，就是讲伊的心已经到迷茫去啊，已经偏错去啊。所以一个人的心嘛偏错去，伊所作所为是偏错，伊都。妄自心也现里面，就是讲，伊用伊这个妄的心咧为事咧做代志，但是伊阁会当幸运生在这个世间，意思讲幸运阁无代志，那是暂时的。所以伊咧爱讲的意思，就讲一个人如果啊违背良心，伊就是有遭受了无好的果报。虽然讲，人做善就善报。做恶恶报，所以人讲人之初性本善，咱的本性本来就是初初的性，咱的本性是善的，但是呢，性相人失相反，到尾啊，已经变妄之心，所以犯了足侪罪恶。所以一心一心就是咱这个，这就是古早人吼一个字，执心叫做定。所以由咱一心所流露出来。因为外口就是必定的凋落啊，哦，所以一心就是正直的心。所以咱人初发出来这个心，生出来这个心，叫做咱人的本性。哦，所以这个一心刚生，叫做咱人的本性，这叫做咱人的初心啦。咱本自朴有为迄个上水的心，所以初心就是清净无量无著无相无为无对立。啊，刚刚讲我初心好像落来啦。拢无啦，但是这个无是拢无，伊无量是量中无住，吼、哦，伊无去住掉的，伊无量中无思量，无空量，迄叫做无量，不是拢无量哦，拢无量就妄空啊，伊是无住的，无执着，无住相的，无为的，伊所作所为是应无为，吼、哦，无为离无所不为的，伊无所对立。所以伊是非常清净，伊绝对体的本体去应对外在因缘。所以初心不是拢无，伊是讲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。吼、哦，伊嘛是人讲妙念无住，迄种的是初心嘛。所以初心就是自性外用啊，是智慧的心化，吼、哦，真正智慧的心化。所以咱讲吼，要达到初心。敢有法度在日常生活当中敢有法度？其实人讲道在过生活就是安尼。所以一个人问一个上师讲：“上师，上师，你开悟前甲开悟后的生活怎样？”伊讲：“你开悟前是拢在做啥物代志？”哦，伊讲：“我开悟前，我就是逐天看茶，
压水主管，吼、哦，伊讲啊，你开悟了，你开悟了后，啊，你每一工所做诶代志是啥物？伊嘛讲，我逐工嘛是咧泡茶，咧压烧水，咧煮饭，讲按是拢共款，共款做遐工课，讲无共款。我还未开悟进前，泡茶诶时阵，拢想着啥？想着讲，我等下爱烧，爱饮下烧水。啊，当咧遐烧水的时阵，咧想讲心都走来讲，我等下爱来煮饭，伊的心就是拢乱趴落去啊。但是伊讲咧，我开悟了，就无共款啦。化财的时阵化财，遐烧水时阵遐烧水，煮饭的时阵煮饭，哎、欸，够共款，无共款啦。哦，他活在当下，哦，伫个当下啊，哦，活伫个当下当中啊。所以刘作讲，虽然追求政府不求伊物，但是伊生活当中嘛是踏实的付出啊，嘛是踏实的付出啊。当时刘作哦，伊咧破产嘛，哦，伊一个产妇啊，啊破产伊袂啊，去到饭店的所在，听念经念经讲经，伊无所注意心，伊心伊敢讲，我这个佛法是对过来踏这么妙啊。所以问迄个人，迄、那个人讲哦，你要求这个法，你会当去找刘作啊。所以呢，玉祖伊为着要求这个法，甲伊毛好安搭了，就惊足远去找这个五祖。去到五祖迄个所在，五祖阿问讲：“啊，你来要创啥？”我讲：“我袂来遮无叫，为求作物，不求伊物。啊，我来遮就要做物啦。啊，无其他代志我拢无爱啊，其他物件我嘛拢无要求啊，无咧要求其他物件。”伊讲：“因为五祖了解伊这个。”运气袂歹，但是呢，伊讲去，伊后伊去破产去打堆，哦去精美，但是啊吼，伊一个细小的人吼，甲讲我又是要创啊，我今日来就要做，无要做其他的代志啊。啊你，我着要听佛法，你啥无要到叫我去精美听佛法，为什么叫我去做遐粗重的工作？但是玉祖伊无安尼想，伊嘛是去后伊做遮个工作。逐天伫遐看茶、打堆、整理、做遐个工课啊，但是伊迄个当中就是踏实过生活。所以，伊虽讲追求做物，不求于物，伊迄毋是讲我做物念其他拢免做啊，我着念我念念来念经，念经就好啊，念经就好啊，安着成佛啦嘛，毋是？是。但念经哪会成佛？袂成佛啦。所以真正佛。话佛就是伊啊，死坐念经坐前，是日常生活当中踏实的付出。虽然讲道在过生活，圣凡人不多，都伫过生活，圣凡人无多。食饭嘛是多生活，做工课嘛是多生活。所以人讲该食饭的时阵食饭，吼、哦，该做工课的时阵做工课，该困的时阵该困。哎，这叫做。实在的生活，该赚钱的时候去赚钱，迄叫做踏实的付出啦。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哦，咱的心用啥物心态去做这个工作？咱在食饭的时阵，哦，特别思考，我一定要食啥物才食会落，啊，无啥物我食袂落，哦，安尼。好，有的人啊吼，巴肚一闲就巴肚最枵的啊，但是太太煮的物件啊，今仔日通煮到迄款。无我爱食诶，哦，起啥物心？起了七分钟，阿你唔甘，唔情愿煮煮这个我无爱食诶，现在巴肚做枵，伊毋是毋爱食，安我是倒来想我，毋是。所以人讲该食诶时阵食，没有挑三拣四，迄叫做用得咧过生活。该食就食，该做就做，该困就困，用咱这个初心。无量无助无常无对你清净的心去面对这生活当中，这是上水的。如果咱搁有遐无量无助无常无对你，那呢，遐毋是咱的，毋是咱的初心吗？哦，这毋是在咧过生活。所以刘祖讲，虽然本来无一物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嘞，破的物就明镜也归来，本来无一物。何处也平安。伊讲一句哦，本来就无个物件，但是伊无执着个有甲空，伊是不断把思想对境是心所起，对境心所起啊，即有带因缘。
就是当时有一个人吼，有一个修行僧人啊吼，伊着五轮上师讲的一句偈，伊讲五轮有寂寥，年断必思乡，对镜心不起，菩提的一条中。伊讲五轮这个人，吼，伊讲伊家己有迄、那个。伊、那个技能啦，吼，有即个功夫就对啦。我的功夫会做到的，就是讲会当断掉必思想，无起任何的思念，无起任何的念头，对境心不起，任何环境来时，我如如不动，我的心是依着足静的心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定力有够对啦。讲伊意思讲我定力有够，所以我的菩提一日一日在成长，但是。这个作伊讲咧，听到这句讲，处境离人心内，欲依离人是时间下果。所以伊讲咧，这个离人心内，要达到迄个意境，伊境界无到，因为咧执着的对有，要执着的无，执着啊变成妄空。哦，伊讲我有执着啊，我会当当在我实相啊，但是伊变成伊这个对境心无起的当中，伊产生了有时间啊。变成弯空，变成弯空。伊是伊六祖伊过后再来讲，为念无记了，不断必思想，对境心所起菩提做目标。为念我无啥物记了啊，吼我无啥物功夫啊，因为伊是思来即应，思去不准啊，不断不思想啊，代志代时间安怎应对，就去遐应对啊。所以应来的时阵，伊如实去遐应对，吼、哦。因为菩提本来是无著的，因为慧能，伊是用一心，用咱迄个心，初心迄个自信去面对，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嘛。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初心嘛。所以呢，所以不断烦恼，咱是断除烦恼，不断发思想，咱是断除烦恼哦。是面对代志来，迄种的烦恼的心来到地位，其实咱每一天。生活当中，吼、哦，尤其处在这个社会因缘当中，环境每一个人拢无同款，因缘无同款，咱每一工，吼、哦，所面对的代志足侪，有欢喜的时阵，有袂当解决的时阵，有困难的时阵，有烦恼的时阵，安尼来的时阵要安怎？咱毋是伊个长个烦恼，讲我拢爱插业，拢爱插业，有个人讲吼，伊讲伊修行做哪啊？该处理的时阵，伊唔晓处理，我都无爱参与啊。迄叫做唔对哦。咱是讲面对这个烦恼的心态较低，咱面对它，要想办法去啊处理，处理了后，咱就放下它。迄才是真正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。所以真正的这个无念、无住、无常，迄种清净的心，唔是拢无，唔是拢无，是随缘去啊应对，应对了后，咱心无不执着。迄才是真正的初心嘛，所以初心上水，伊的水水伫倒，水伫迄自然的水，人讲自然水，无经过加工制作的水，吼、哦。但是咱即摆人崇尚这个美，拢经过加工制作啊。但是咱这初心的水哦，是自然的水哦，自然所呈现出来哦。所以明主伊讲一句讲，人所人之所不合理。中年尔，咱若免学，就会，迄叫咱来中年，毋免去思考就知影，迄叫做良知。所以良知良理，它是本身体当中是本自具足。所以讲咧，伊比如讲一个囡仔，无迄个毋知影爱伊是大人诶，囡仔拢爱家己是大人，囡仔拢爱家己是大人。囡仔吼，伊啊囡仔到外地啊拍牌，甲妹妹吼，伊敢会去我母亲地，伊搁来伊当。会过来甲你找你，就讲妈妈妈妈，吼、哦，还是爸爸爸爸，你甲拍，你甲骂，你做唔对，甲处罚，伊嘛是哪头哪号个呀，搁饲你，哎，伊嘛是讲，哎，这是我的习惯，这是我的妈妈，所以伊是恰如其心，所以来伊这种不知爱之心的，大家拢会爱家己习惯，尤其了不低见低轻，到大个时阵嘛知吼，得哥哥爱你甲尊敬。所以，这就是做主人，咱讲的天性，天性啊。所以，五伦八德，哎，这物件拢是天性，咱本来自性中所具备的。所以，讲清净人言，见用意也无他。
哦，亲亲哦，要达到到这个仁义，仁义的人，唔要无啥物理由的啦，无他，会当达用于天下间，就是每一个天下，就是讲由咱月神所流落来迄个初心的水，自然的水，会达用到咱的五龙八部，仁义礼智信，孝悌忠信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伊所发出去，就是这个物件，就是咱的德行。所以这是上界自然的啊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有，但是有时去互砍掉的。啊，所以这个自然是不变不变，不输不变。哦，做自然就流露出来。所以我们问咱大家，幼孝时大人，敢是做自然的代志？是啊，敢是讲啊，阮兜时大人吼财产足侪，所以我爱做认真幼孝，敢是为着财产？唔是啊。所以有个人，咱捌听过讲人讲。你为什么要幼孝？这么幼孝，恁是大人，敢有人安尼问的？无吧？那是讲啊，幼孝是大人，是天经地义的代志。无人问讲啊，你为什么要遐幼孝？恁是大人？为什么？伊会问讲啊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好？为什么对是大人这么不好？这就是啥？因为咱的天性就是幼孝是大人，是咱的天性，那是不变的，永不输的，是咱本来爱做的。到这个社会，不好的人够多啊，不好的钱有够多有够多啊。但是咱初心迄个物件拢要砍掉的，哦，砍掉啊。所以自然就是求仁得仁，求孝得孝，求义得义啊。所以自信中，你该显露出的仁，自然这仁就显露出来。你该友好的时候，你自然就去友好。你要做义行的代志，你自然就去做义行的代志。这是做自然的，咱的天性。咱本来自然流露遐个物件，我予咱看一看影。
讲你这一点的事，大家拢做友好。我阿个姐姐讲，啊，友好的是我本来应该爱做的呀，啊，不是。所以咱即摆社会足济足多歹老人，尤其装卡，装卡啊，拢一寡孤单老人、独居老人，讲起来嘛是足可怜。啊嘛无法度，即摆社会变成讲少年拢去赚钱，啊，剩即个老的，啊嘛无人顾，啊就请外劳。我讲一个笑话啦吼，就是讲吼，即摆要请外劳，啊外劳吼，因来到这个台湾，拢会。联络伊一寡吼同乡诶，啊，即摆因咧顾诶拢是一寡老人坐轮椅诶，啊，有一摆讲吼，拢送去，拢招呼着对啊，送去公园，一个人拢送一个，啊，一摆拢伫遐讲话啊，拢伫遐聊天，啊，都放遐老人到边啊嘛，爱着，搁讲因诶话啊，啊，一摆讲雨向龙要落雨啊，赶紧啦，塞啊，塞伊照顾老人。伊讲两个上唔到嘞，你看，这虽然一个笑话，但是那是社会上一种谈工作无奈的代志。所以，这个友好，有当时啊嘞，处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，有当时啊会感觉足无奈啊。可是，咱爱尽咱一份心。有一届啊吼，我去大道的学堂遐，啊，毋过来讲一寡代志，讲阮哥哥嘛吼。啊，因为我公公目睭无看，啊，伊到十二岁啊，啊，身体还蛮硬啊，但是伊插尿管，啊，就安尼一个前程，交我咧讲我公公啊，最近安怎安怎，我阿公啊，身体阁袂歹啊，但是较麻烦的就是讲目睭无看，伊就同我应一句讲，你哪会使讲麻烦？是大人互你麻烦。那是你本来爱去得过诶，这个麻烦是必要的麻烦，所以讲这句话吃一个，所以你身为一个人的媳妇、人的子女诶，面对着这时代人，别人讲诶有病会身不好主，这是社会产生出来一种通病。有人顾家吼，人讲诶，顾家真正吼牺牲地，顾家真正吼无法度诶，一坐坐。就变成不孝的人到底啦，但是咱来了解，咱来尽力尽咱的本分去尽嘛。那么语言嘛是咱本性中所会当流露出来，尤其是语言，因为咱这个咱的人吼，依照咱的良心本性去做，对着别人有困难的时候，咱会做主的去甲帮助，迄叫做语言啦。那么这个字不是要得到人的赞叹，不是要让人按赞的，是咱看到，举手之劳，咱自然去啊帮助的啊，我啊让人看一个影片。由同车上的男子有了暖男跟远近的接力照顾，最后
哦，伊所作所为啊，举手之劳你也帮助一下，因为伊无方便，哦，伊这种敢是要按怎的？不是啊，不是讲啊，有诶网友讲啊，这老板一定爱加薪咧，敢是为着要让加薪来做这样的？不是啊，迄就是为讲，哎，这个是我做得到的，我做得到的，别人不能，我举手之劳你也帮，哎，这是真正自然面咯，是不被利用，不输利用。所以咱咧做这项工作，咱嘛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咱嘛会当啊。别人有困难的时阵，哎、欸，伸出援手去啊帮助一下。哦，这简单，咱做会到的，这就是唔免去考虑伤济。哦，是就讲啊，咱若坐公车，哦坐公车，啊咱有位通坐，啊有一款无位通坐，你闹嘛？咱敢会让伊坐？哎呀，咱会足自然就爬起让伊坐。哦，咱会想讲啊，这敢是讲爸爸妈妈敢要让伊坐？爬啊！嘛袂讲后壁有讨论，他来做这项工，唔是，这是咱自然流露出来举手之劳，足简单，足自然的行为啊，这叫做啥？自然的水啊。所以咱老师讲啊，心嘛水，外在安怎看拢是水，心嘛无水吼，哦，心也无水，外在佫足水，你嘛感觉伊无水。所以一个人身上也有道，佮伊接触过的人如沐春风，迄才是道体自然的水啊。所以，咱人心，你心嘛水，看啥拢水；你心嘛无水，搁较水，你较看都无水。同款的意思啊，你心嘛无快乐，你心嘛无水，搁你处在天堂，你嘛袂快乐。你心嘛水，你心嘛快乐，搁在地界嘛是看出自在啊。所以地藏讲，咱拢讲，咱以后爱去地界啊，后爱去地界啊。但是地藏讲，我拢在地藏的，伫遐念，咧讲念经啊吼，啊，伊在遐哪有艰苦？袂啊，伊足自在啊，所以伊的心是自如如的。所以一个有初心，迄、那个水心嘛水，伊的心处在任何伊的环境拢足自在。所以一个有修行的人，有道的人，哦，所流露出来这么道气，我感觉讲啊，拢足爱甲伊做伙。哦，咱感觉哦，会感染人，会感动人，迄叫做啥？由道体自然所流传迄种个道理的自然美。所以一个人心，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看在外在因缘，咱拢用负面的心去评断一个人。我做比如人吼，一届，哦，伫小明班上同学老师打开学的时阵，老师就来讲，各位同学，咱要来选班长。但是老师给恁机会，予恁主动愿意自愿要做班长的人请举手。结果一个小明，老师，我来当班长好了。好，我们咱大家咱敢有迄种勇气？啊，有袂讲我年纪也无大啊。伊就足勇气的，伊讲老师我来当班长。有人就声音讲出来，有袂讲，哇，小明好热心哦。哦，要做班长，袂歹赞，但是个另外一个声音讲，好恶心哦，什么又不会当班长？有诶就安尼，哎，叫做啥物心？白白这项代志，无同款的心所看出来，伊的角度就无同款。有诶是正面的，有诶是负面的。所以咱啊，活在咱这个世间，咱每一工的心，拢面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。咱的心如果啊用正面去面对任何因缘，那么咱的心就是正能量。如果咱的心用负面的物件、负面的情绪去看待任何因缘变化，那么咱的心是负面的，是负能量。那以后咱所接受的就愈来愈坏，咱的缘就愈来愈坏啊。所以呢，咱的心吼上水，就是我问咱大家。咱的心有水无？啊？互动一下啦、啊！无，大家拢要困去啊！我来叫开哦。这是咱的心有水无？无水。啊，无水哦！你笑会出来，我无简单嘞。哦，客气话啦。其实当下咱即摆心是清净的。我下再有哪体会班啊？我下再有哪讲一句嘛？哦，你看。咱即摆心有水哦，吼，大家拢好侪。有水，我讲真正当下在迄个因缘当中，迄个心是清净的，当下迄个心无杂心，
无遐杂念的心，当然迄个心是足水的。但是呢，当落来到即、這个落来到楼骹的时阵，心阁会水袂？有时阁无共款啊，咱的心会起变化。当你听到你的时阵，较好个，吼、哦，欢喜充满。但是落来落来就对啦，天天听袂，天天就无伊啊。有着伊个来的时阵，心就阁无共款，就阁起变化。因为咱人的心本来是人拢是基础性本身，咱的心本来是正直之心，最单纯的心哦。但是落来这个凡间，受了这个五行阴阳气概，甲咱变化去啊，有好有歹，有是有非，吼、哦，有各种的变化，有比较有计较。咱的心变成由单纯变成愈来愈复杂，愈来愈无单纯。所以咱的心，咱老师讲，咱的心拢用本来单纯的心变成了无单纯啊，生出一个心，看目睭看到，咱的心就要欺骗咯，看人安怎，我就要欺骗心；听人安怎，咱就要欺骗心的动念。所以咱的心就亲像哈，一个咱袋仔同款，咱拢有变出一个做歹的心，后好心后歹心。所以有啥物心，就有啥物行为啊。吼、哦，有啥物心就啥物行为哦。你若善的心，你就心善的行为；你若恶的心，就心恶的行为哦。所以咱人，咱的心有起变化，有烦恼，有痛苦，你嘛是心嘛，啊心的感受啊。哦，拄着代志来的时阵，就伫遐烦恼，伫遐咧痛苦。啊，阮囝哦，啊，逐工哦，都啊闹溜咧。啊，阮翁哦，对我无好。啊，趁钱哦，拢出去安怎安怎。吼、哦，就生出一心。啊，有诶咧，吼、哦，有诶，伊会感觉足快乐，会足幸福。诶，其实嘛是心，伊用到另外一个角度，去遐看即项代志，伊会感觉为虾米阮翁会安尼？你就是伊诶，若讲无冤无仇，袂结归去。所以伊会过遐足自在。伊虽然讲有即个环境无好，但是伊嘛是感到用着感恩诶心去面对即个因缘。所以欢乐痛苦是心，幸福快乐也是心，忧郁恐惧平静自在也是心嘛。这拢是咱心的变化，是咱用啥物心去面对这个代志而已。哦，善恶是心，造业造德是心，福甲祸也是心。咱要做福，咱要做祸，咱拢无爱做。咱要做福来做祸。当然，咱要做福啦，所以咱爱尊善的心，爱尊善的心，咱唔通不利用哈。所以，当咱去了烦恼心的时阵，心好水。咱烦恼的时阵，敢不利你？嗯，没。咱烦恼的时阵，敢食会落？哦。食会落啊，你心无水嘛。嗯。当咱咧想伊的心好水，想伊，人讲想伊真啊变化。咱爱想伊啊，接定看卖啊。人讲咩相由心生，迄个面一定好看。哦，人讲生气的时阵，啥物歹听话都讲袂出来；生气的时阵，哦，人讲乌白做，哦，啥物代志都做会出来。细小人有讲一句话，当一个人生气的时阵呢，人讲烧拍是无力，烧骂是无话，敢是安尼？因为伊阵咧生气啊，啥物歹听话拢讲袂出来啊，伊阵就是心无水的时。所以做所有的拢无水啊！当咱起了怨叹的心的时阵，是无水，拢负面的情绪。啊，起了无心叹心，你心嘛无水啊！你烦恼不安的时阵，心嘛无水啊！你心未清净、未自在啊！当咱咧计较的时阵、比较的时阵，心嘛是未水啊！我阿个，那个有去代表嘛？迄时阵哦，因拄仔咧大，大家拢咧大考的时阵。哦，咧考大学嘛，哦，咧大学，啊，咱下一个前线，一个道心啦，我看伊去哦，感觉好像有心事啊，啊，我阿问哦，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即几工吼，我女儿咧考试，咧大考啦，啊，咧考试我嘛对伊咧考试啦，哎，咧紧张我嘛对伊咧紧张啊，哎呦，你嘛唔通安尼，你为什么要操那么多心呢？你甲鼓励就好啊。哦，你着以后认真去读，
吼、哦、啊，过程是讲咱有认真去读，认真去准备，结果如何？结果安怎？听天由命啊！因为我嘛有认真过啊，哦，拍拼读过啊，但是考量无好，哎，我嘛是爱面对啊。所以你也常常讲，因为咱即摆社会竞争的社会，人讲社会要进步，讲爱竞争啊，啊，所以三心两，讲要竞争的当中变成啊，比较心、计较心，拢要赢啊，赢输赢。输不起嘛，输不起，所以你就然后在比较因缘当中，咱的心情非常非常的艰苦，吼、哦，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，所以人即摆医生了无济，真了够，烦恼痛苦了无济，有够济啊，拢要比嘛，吼、哦，我来看一下比。所以当咱咧执着遐个物件的
的时阵，咱的心就白了呀，甚至一直去啊对，三心了即着，三心了贪嗔痴爱慕，所以心不自卑，心不自量，这是大家来对讲的。心无自卑，身无自然。有人有讲一句话讲，色不迷人，人自迷；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酒不迷人，人自迷啊。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无知物件，色敢有多？酒敢有多？无多，是咱人去啊一条，互咱去啊一条啊。所以咱家己讲白了，心不自量，心不自卑。所以五执就是心不自卑的源头。所以三执了贪嗔痴爱。所以心不就是外在心不啦，包括金钱、款式、名利、物质，种种种种。咱要执着遐，因为我做爱钱。人讲金钱是万能，但是无钱慢慢不灵，到我拼经济。可是咱会一直去追求遐个物件，我一直咧追求，要亲像人，有当时爱产生了吼，想贪想贪，有时会产生了贪的心、嗔的心，在迄个名利欢喜的，爱遐物件有一个享受，别人驶好车、住豪宅，伊莫会想过啊。所以在这个因缘当中，咱的心就有一条路白了，所以产生外在遐心物啊变了。一辈子，所以他哪怕有执着，会执着啊。啊，迄个外在一个物件，我做一个比如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嘛，拢会安尼啊。迄阵哦，往来咧大厝咧，即摆往来差不多大厝啦。当时迄阵今年往来大厝咧时阵，一天我迄个婆婆塞一堆个往来过来，我问阮婆婆，妈，你哪边遐侪往来？我爱讲哦，即一斤十块尔，我是用手咧抢来。十块钱，大家烧在喊外个咧抢啊！我讲妈，你蛮憨嘞，啊你若叫外头买安怎？你去遐讲嘞吼，卖讲哦，伊就买遮个物件吼，买十块个哦买，因为足俗，有一对较贵，有一对较俗嘛。啊，这对较俗个，哦，大家烧钱要抢啊！啊，伊甲我讲个，有两个吼，拢甲伊咧做运动个，人啊吼，伊做先做运动啊，爱若要买物件，我烧山去买嘛，拢会烧无。啊，所以呢，其中有两个啊，为了要抢这个十块的往来吼，抢甲冤家，抢甲无好。我问，我阿妈婆婆，那着何必安尼呢？为着省一点仔钱，叫做省一点仔钱，怕歹这个朋友的感情，啊，毋是做无彩吗？我着安尼啊讲，这叫咱人执着，贪小便宜。其实咱人贪，是咱人类的劣根性。为金钱啊，我嘛是会贪啊，贪食贪穿贪用。迄阵七月吼，七月嘛吼，国外的就请过来，啊，咱厦门的就请哪过来，啊，请伊去食，食。伊是讲吼，素食吼，台湾素食袂歹食嘛，啊，就请伊食，吼，去食较饱，吼，去，吼，去迄个火锅，啊，吼，去景山，台湾一间，另外一间个。由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当看出吼，咱的劣根性，环境来时阵就展现出来，就呈现出来咱的迄种的劣根性，咱的秉性太歹的物件。所以咱人就是拢安尼，啊，社会上也是出现这种物件，侪足侪啦，我都让人看到影。十七号11点准时开卖，民众全都在等开店的这一刻。台中大学长开了超会五百元盛景的舞台，附近的人一窝
为要赚一寡钱，啊，惊人咱挤挤挤，啊，白白啊吐，啊，咧钱到倒伫遐，迄叫做疯狂嘛，哦，疯狂。其实咱伫社会做侪即种疯狂的代志，迄叫做执着，执着。我个孙仔吼，阮小弟仔有啥惊？伊对一个歌星很疯狂，叫做五月天，伊来开演唱会的时阵，我提早，爱预购票嘛吼，啊我提早了，伊遐等，啊伊遐个，啊有阵时啊买无着吼，气嘞，我讲你嘛有遐疯狂，哦，这叫做咱人啊，人讲社会的人就是啊，伊比较少年就是讲一种情形，但是讲到咱这大人嘛是个，吼、哦、为着做遐个物件。哦，执着遐个物件，咱遐个心物个物件，就产生出来。为着执着甲外在心物，咱个心物就产生出来。所以咱个心很碎。所以咱个贪心，哦，在台上讲啊，心有所贪而心不坚，心有所嗔而性善焉，心有所施舍而性当焉，心有所爱患而性轻焉。但是你要贪的时候，心咱若贪，咱的关系无通做主，关系无通做着失去了人的心，吼、嗯哦。所以咱的心傲气，一个人气有气嘛，也害心的。哎、欸，失去嘞，甚至呢，伊的情绪起了变化，脱掉，无变动。哦，村民在讲这个万分的当中，人讲伊的万分当中无法自拔，伊就是做痛苦的。其实代志都已经过，有的是已经过出久啊，但是心拢永远。搭伫遐，吼、哦，迄叫做人心有遐个物件脱掉，心有所施舍而心当的。啊，人咧饲的时阵，咧爱食物件的时阵，哦，真正人讲的，人讲有当时啊，人拢会足放荡的，哦，只啊生成了饲车的心，比即摆有真遐尼方便，咱人吼，偷侪，迄叫做人骄奢痴奢，所以迄个时阵，咱是去。哦、所以爱一项物件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是想要不是需要，哦，想要想要往往比需要较侪，所以在这因缘当中，有当时啊，产生了人讲的做浓做特侪，哦，所以心有所爱慕的心天嘞，咱的心啊，产生有爱心哦，那么咱就失去了迄个，所以失去，这物件就是使咱袂当达到性质的。为什么咱在遮轮回？众生的轮回，就是因为咱心中遐个歹的物件所产生出来，嘛是咱应该咱自行公平的办法。所以咱要过个轮回通路，咱若搁有遐个通路，就是讲咱心中遐个贪嗔痴爱慕遐个物件，啊，要甲断掉，咱永远伫个轮回当中嘛。所以咱一生当中，如果啊，哦，遮个三毒是甲咱摧毁，咱也讲不甲心心不安嘛。所以一个家庭也好，一个夫妻也好，哦，阿妈某之间，如果若讲为着一句话，有着一句话伫遐无好，有当时啊，人讲傲气，哦，啊，伫遐人讲产生了气闷心，这家庭敢会无好？袂啊，哦，咱讲时常听人讲，为着第一条铁道，一个要对中地，一个对后壁地，地咱两个冤家去离婚，哎、嗯，都翻不来。哦，这就是咱人的执着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做些小事变成大事。生活代志，心放袂下，恁去也执着，所以产生了做侪歹的心嘛。尤其咱对这个命较离，咱拢去执着，去也执着，嘛呢？咱有当时啊，产生了无好的心嘛。尤其即摆就是权钱的时代，追求权钱名利的时代，所以咱拢去遐物件。但是老师甲咱讲，遐物件是永久的，命袂当中富，利袂当大造。所以人讲人绝哪有天绝贵，功名烟火道名高。所以咱如果外在遐个物件，外在咱拄只讲个是如梦幻泡影。咱认为上水个，咱上需要遐个物件，如梦幻泡影。咱爱追求咱一本一迄个水，才是咱上重要。啥物才是重要？就是讲，咱追求外在遐个功名名号，袂比过咱做天个工课，食天个头路拄啊多。安尼，咱来讲讲，啊，食起个头脑来得啥？我得啥？但是咱看是远个，毋是看在眼前，毋是看在眼前啊！我拢感受到吼，咱道中出侪前辈。
一个机会，伊为虾米要趁钱下早下休？为虾米？伊毋是看到伊会当趁钱，为虾米无爱趁钱？要下早下休？伊讲，就是讲为着要做天的头路，食天的头路。因为伊看的毋是眼前的，因为伊感觉讲啊，我生活会过啊，吼、哦，会得过啊，我经济阁会使啊，我下早下休来做天的头路。做天的工作，因为看远，看远嘛。所以天足只是为着家己尔，天足为着兄弟姊妹，为着兄弟姊妹啊。所以公平，公平是一世公平啊。道应就是应世应万的嘛吼。所以老师讲啊，福充足不如德性充足，衣服美丽不如心地美丽，住屋宽广不如胸襟宽广，交车高尚不如人品高尚。你要这样啦吼。这个物件是大家拢要爱的物件，拢认为足水的物件啦。豪宅刚好，豪宅刚好，穿水刚好，水水中好，穿雕诶车驶落高级的车刚好，真好真好。心无共，这嘛是咱大家拢想过的啦。但是老师讲哦，因为这个物件只是有老的福报而已。当然你有迄、那个，你有迄、那个。你有那种能力，你可以享受，但是你有这个吼，你享受的当中，你爱惜吼，甚至借着这个吼，你做福人分。这物件是应有的，但是德性、心地水、心地宽广、人品高尚，这物件是无人的福德性，福德性迄袂无去的。所以咱老师来讲，咱要追求就是换代。不是外在遐物件，是咱内在心底迄个水，咱爱追求遐。所以咱今仔日，咱爱找回咱原来心，哦，原来心，把咱的初心甲展现出来，哦，找回原来心嘛。其实阮原来心，哦，其实咱拢只是叫砍掉的呀，砍掉的呀。所以咱爱将咱原来心甲吹出来，哦，就是爱。沾除了咱心中的无名草，无名草就是遐贪嗔痴爱遐物件啊，沾掉。人讲沾草无无根，春风吹又生啊。那么这个无名草对对生出来，对这个我生出来，因为有这个我，哦，这个我，咱若讲咱用这个母字做恶妙啊，吼，这个我。这就是一支刀啊！咱逐天啊吼，为着保护家己，为着家己较好诶，为着家己，拿一支刀啊，要保护家己，拢用我咧抵抗。逐天爬来吼，我怎样，我要怎样，我认为我感觉我安怎安怎，我以我为主。我今日要创，我要创啥，拢我。所以有我诶时阵，就产生了分别。所以我就产生了执着。有我就会执着，有我就产生了无依，就产生了障碍，产生了足侪无好诶物件所生出。所以咱即个心初心就是即个我看掉、执着掉。所以一个信徒微观显微观显出来讲，输啊输啊，到底啥物所在？伊讲到底你诶目睭前啊，讲输啊，我哪看无啦？那么即个微观显出来讲。因为你有一个我，所以你看袂着道啦。那么这个信徒在问几款相？相处相处，我因为有我，我看袂着道，那安尼相处你敢有看着道？这个几款相处讲，有一个我都看无啊，佮加上一个你，应该看无。咱了解这意思无？因为有我就有你，产生分别，产生对立，产生了对立，有彼此。有计较，有分歧，有这个我着砍掉啊，是有这着，所以这个道着停呈现不出来，所以产生了心中足侪无名草着生出来，原来心着去砍掉的啊，所以咱今日遇着道啊，哦，修彼此一致啊，哦，咱拢找着咱迄个本来心啊，但是咱有法当呈现咱本来心无？咱知影，咱本来就水心伫遐啊。但是，咱每一天都有呈现出咱上水的心出来，有哪些做袂到？吼，有哪些好心做寡，啊，歹心就搁有哪些起了遐无好的心，吼，有哪些善，有哪些恶。所以，咱今日有啥要听道理？
千万要听道理，咱学道理就是要互咱明智，互咱明智发现咱家己自身的无知无明。因为咱伫个这世间行了足济，无好的脾气毛病有够济有够济啊。所以不如讲一句不明理焉修道？咱若无明理，免修啊。因为一个无明理的人，敢有发现，敢有法通发现家己的不足，敢有法通看到家己的脾气毛病？但是当咱明理了，咱今日听到你个好，今日讲出讲安尼，哎，我即即是讲我毛病哦，咱会特别反省，哎，我会讲啊，原来我嘛是安尼，那安尼咱明理了，咱会特别反省，特别改变。所以呢，老师讲，开班听到你，无非拢要引出道理，伊个原来的心。所以今日为啥物咱要坐遮？我要爱分析，啊，坐到遮艰苦，哎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着要找着，咱要互咱明理。咱今日就是听道理，要互咱明理，明理了后，咱会当改变家己啊，改变家己啊。所以咱今日为什么你在咧说班，为什么你伫咧听道理，伊个理由就是遐。所以老师讲啊，自性爱自度，生死的轮回，真正爱靠家己斩除啊。老师讲啊，书悟引日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功夫为师弟。方针为师弟，功夫个人品。老师讲讲足清楚啊，哦，师傅甲你引入门啊，但是要修唔修靠家己啦，脾气方面嘛是爱靠家己改啦。遐老师怎有法度慢慢改？即使老师逐家拢伫你身边，你家己也唔改，老师嘛哪里没办法啊？我爱靠家己多啊，生死的轮回真正爱靠家己斩除啊，爱切掉啊。所以咱今仔日修行。是一种结果。有一届一个人不得，伊讲不得，啊！你开悟，你修行这么久啊，开悟了，你有得到什么无？他想要问，你开悟了之后，你得到什么？但是这个不得啊，讲咧，我来讲，我什么拢无得到。伊又讲咧，啊！你什么拢无得到，啊！受到遐艰苦要创啊？伊跟我讲咧，我会当甲你讲，我失去什么？我失去了我的贪心痴，我失去了世俗人你的思想观念，世俗人失去了世俗人遐的歹的习惯性、歹的思想，所以伊是减掉遐物件，伊无得着，伊是减掉遐物件，所以道德经有讲一讲，为学日益，为道入神，为汗日益，为德日顺哦，为道入神啊，神之。神之又神，以至无为啊！咱咧修道，就是要切要断，要斩遐无好诶物件咧。咱是要得到啥咧？咱修着，人讲得到得到是无所得啊。咱到尾也是会恢复咱本来迄个利益啊。咱得到有得到啥？得到什么？没有啊。是恢复咱本来原来迄个原貌，迄个本来诶心利益啊。所以修的就是修尽遐偏执，卖予一切的恶习指导咱的人生。所以咱一寡歹习惯，咱爱斩掉，哦斩掉，因为一切恶习，哦咱卖认为，卖认为，哦恶习会引导咱的人生，使咱的认为做了无好，会变成一个一空的话，恶习引导自己变成一个可恶的。但是咱今今仔日透过改变了。名利了后，遐无好，咱切掉不掉，啊呢？咱自身有改变，由可恶的我、可恶的我，毋是好的我，变成可爱的我；由自私的我，变成无私的我；哦，由计较的我，变成人讲看得开的我。所以咱来讲，咱问咱家己啊，咱有愈修愈快乐无？如果咱若感觉愈修愈……哦，反正愈来愈多，愈来愈不足，放袂落。哪里咱有改变？无改变。所以咱修得按自心真正有改变，真正有改变，哪呢？咱会愈修愈快乐。所以咱有改变了，原来我即个是适合家己的。所以为什么我过去遐尼侪歹的心，遐尼侪烦恼，遐尼侪痛苦，我来自觉家己啊。咱是白家己啦，所以咱今日爱透过修，吼，将遐歹心甲除掉。但是老师讲，
那咱的互相的自觉是，他会当成为武汉的自由人啊。武汉的自由人，什么叫做自由？就是清心自在，无遐烦恼痛苦。但是世间的代志遐尼多，他有可能无烦恼痛苦的。但是无遐烦恼痛苦，就是咱的心要怎去应对。所以咱其实要有自觉的心、自觉心。什么叫做无上的自觉心？就是顺心勿移，引为恶意。二一动机，我心情不离分明，啊，不离动机，这是互相的自觉心。就是讲，当咱的心要去的时阵，咱要去一个贪念的时阵，咱心在无好的时阵，咱就一定爱坐心，爱随动态，唔通去用发怒出来。咱的意念歹的时阵，哦，这个意念出来咧负面的时阵，咱唔通去用负面，咱也持无掉。哦，咱就压压生的心，因为咱一切的痛苦来源在咱自觉。一切痛苦来源在咱自觉，所以人讲一句话：，人莫伫个同一个所在跋倒两界。咱有了解这意思无？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过两次。那忘掉代志，唔通重复犯。哦，做唔到代志，咱袂使阁重复去做唔到。但是如果啊安尼个话，你永远是无自觉心。第一永远就是生活在痛苦当中，所以咱今仔修行爱有自家的心，爱惜是反省家己，警醒家己，改善家己啦。那么咱迄拄则讲的迄就是内心的功夫。那么咱即摆就是爱，吼、哦，爱展现出咱有这个心了，遐摆